该怎么办？带桌子，快带上，两个人。好好好。然后呢？碰啊！碰。别伤害我哥。用啊，用水呀、啊！哦，水怎么用啊？是怎我的绝世之作，无价之宝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。要不我们再试试？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可是我的嫁妆。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会儿，实在是太疼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你也别担心，肯定能拿下来的啊。难道是天意吗？一定是天意，是老天也不想让你嫁给魏生燕。哎，你哥来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嗯。可是我的镯子，就先让他戴着吧。什么？等到了昭都，把他的手砍下来，再去不迟。你别担心，你女儿可以为你治疗。啊？